香菇控别转台，又鲜又脆，这都有。泰咖后矮黑梅森，今天要分享的是梅森的台中爱店，也是许多炸物爱好者的宝藏好店，这都有。他们家主打的是菇类炸物，将新鲜的香菇包裹特调的粉浆，经过老板的经验巧手，让每一种香菇都在最佳赏味状态出炉。时间和面衣厚度还有炸油都是好吃的关键哦。这都有的香菇吃起来非常完整的保留食材的水分和香气，而且还使用脱油机，让我们吃到的都只剩下刷脆。他们家还有最受欢迎，也是梅森每次去都一定要先点的香菇香肉，猪肉与新香料混合，均匀香在大香菇上，肉香、菌菇香，再带点新香料的刺激，这对荤食主义者完完全全是非常顶的满足。这都有为什么可以将炸香菇做到那么淋漓尽致，如此的受欢迎，也是因为老板本身就是菇农第三代，对香菇的熟悉度就无话可说了，更别说是我们吃到的香菇新鲜度，简直无可挑剔。他们家当然不只有卖香菇，其他炸物店该有的也都没有少，但是为什么他们家能够如此崭露头角，就是靠那一朵朵精致可爱的香菇，也是许多老饕只选他们家的主要原因哦。而且50元的综合菇，满满的一大包，超级爽的。梅森话都说到这里了，还不先去点一份综合菇，再加上2朵香菇香肉，好好感受久违的炸物天堂。拜拜。